大家好，我是光哥。这个周末呢是劳动节的长假，所以光哥要提醒大家，如果我们要出去走走的话，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疫的安全。我们要特别尊荣所有劳工的朋友们的辛劳，我们也要感谢台湾的政府在防疫的当中的努力，让我们可以在全球都几乎停摆或是封城的状态下面，还是可以正常的上班上课。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谢神。这个礼拜呢是五月的第一周，四点就会有儿童崇拜的节目，4:20会由约书亚乐团跟光哥带领大家一起秦雨茹的敬拜，还有祷告守望。我真的感受到一句话，就是 The church that pray together, stay together， 会一起祷告的教会，就是同心合意的教会。盼望更多的人可以提前加入在崇拜的祷告会当中。我们特别要一起来为下个礼拜母亲节的 Big Day 来守望。5点我们会准时开始敬拜。本周约书亚乐团要发表一首新的歌曲《刚强壮胆》，这是全教会今年的意向，也呼应我们这一季刚强去爱的主题。相信在这个充满恐惧跟不确定的时刻，神能够透过我们的宣告，释放出勇敢得地为业的信心。然而呢，我非常兴奋的是，这个礼拜也会有一个关于在青虫直播的这段日子，家人得救受洗的奇妙见证。这真的是在为下个礼拜的 Big Day 在做准备。相信透过这个见证，神要再做一次，在我们每一个人家人的身上。光哥这个礼拜呢，也会分享恐惧杀手的这个主题。我不但在这段时间领受了很多属灵的看见，神也给了我实际去面对的策略，盼望透过这篇的信息，能够帮助我们落实刚强去爱的这个目标。信息的最后，我们也会一起来领圣餐。所有受过洗的家人们，请记得要提前预备好饼跟杯哦。我们周六线上见。